那如果你有得，你那个上面可以刻我名字吗？可以、啊、就改两个字而已，其实没有很难。没有没有，好啦，我把我心里面的唯一的，因为在舞台上我就不讲了。如果因为我有三次的机会，嗯，如果可以拿到那个讲座的话，嗯，我还是要把它，拿去给这个小鬼的爸爸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欠他一座，欠太久也不好。对，那旧的又有一点生锈了，想说看有没有新的啊，然后把那个牌子改一改。他应该要的，他真的很辛苦，努力的让自己有了这一段的成就。啊，最好是玩很大，可以来一下，因为达达需要这一个金钟奖来证明。谁才是一家之主？你不要烦别人、啊。达达，你做到了，你今年的广告比老婆还多。柯家燕，你已经家里是家里的老二了。达达有跟你分享什么委屈的心声是不是？不会，当然不会啊。但是就说，因为艺能界里面啊、哦，这个夫妻档啊、哦，难免就是谁的身世高啊、哦，谁的都。经济支柱或干嘛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达达的那个玩很大里面，他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，嗯，然后又接了那么多广告，又拍了那么多新戏，还拍了一个可怕的 Musa MV 的男主角，对对，嗯，对，恭喜他，恭喜他，现在不一样了。旭哥最近还有跟那个新龙哥联络吗？因为好像之前有他会生日会发讯息啊，或干嘛，或者是请他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小孩，然后慢慢走出自己心中的一个迷障。对对对，你们可以